你吃饭了没？人嘞？看不见你找我看不见了啦？楠楠？楠楠？我明天接你是吧？啊？那不说啊？你不说是不是可以同意了你？还行，习惯了。你回家别凑合吃了，你就做点饭。没凑合着吃，恁俩都在一块吃着嘞。那我明天去哪儿啊？那中吗？昨天不是给我心，今天上午心心淡淡的说，不是哄好了。我只是承认自己的错误了，不是哄好就好。你说昨天晚上扫的好了，不生气了？咱俩聊了半天。那今儿咋了？忙着了，老大。那明天能接他一呗？我明天接他一。关键人家嫂子关心你是关心你了，但是你说接他去，他不搭理你了。你看，他不喝完，他不喝，你看打这个事儿，他能吃得完，不能在老在那住着是吧？中。叫我收拾收拾家。你这能去吧？咱能去。谁在都来看看他，不。明天我二姨来，正好给咱送医院去那儿。哦，这两天老王回来了，那个老母他收拾收拾，就是后来奶奶不给俺接来了，他看见这老母有点生气。不吵你，嫂子只要给你回来，他不会吵你的，真干净，真亲亲。他吵你是因为，他跟你生气是因为啥？还摸不清吗？再摸不清？不知道。不是因为你不能干，是因为。不是，我知道，但是我现在要他回到家，看到恁家，你家上来。想啥时候刮都啥时候刮。